真的美味呀、啊！呢啲又算可，系咪？都好靓。睇下我后边南郊路呢条街。呢个叫南塘老街啊，真系好靓。小龙女，这里是南塘老街。对，南塘老街，看这，多好看！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导游。咱们坐坐门口，先到楼上去。你想在哪？突然找起两块砖。嗯，肉汤圆，这个是黑色，是榴莲馅的汤圆。榴莲馅，榴莲你爱吃吗？爱吃。那对，正好，那爱吃就对了。这个非常好吃，这是肉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撕开之后是不是那个一个大肉圆子啊？我要不看一下行不行？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啊。哎哎，不是，它是肉粉。我看啊。看一下，啊，面节，面节，特色面节，这个肉圆子，主要是吃这个面节。面节。对。我们不是用面特色面节吗？哎呦！荷叶蒸鸡，鸡爪，嗯，这肉上看看，非常不错，嗯。蟹粉小龙，哇，这蟹粉小龙太赞了。